非常感恩我们佛光山退居和尚、心定和尚呢，慈悲来这边为我们主持洒净的仪式，更慈悲呢为我们所有的来宾甘露灌顶，祈求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吉祥。那么这么殊胜的因缘，我们是不是用热烈的掌声来恭请定和尚为我们开示？We'd now like to invite Venerable Hsing Ting, the former head abbot of Four Gong San Buddhist Order, to address us. Mr. Lindsay Lisher, Vice President of Upper Hotel of the Pacific Region. Mr. Scott Hutchinson, Chairman of Hutchinson Builders. Mr. Stephen Chang, President of Buddha's Ligh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Shareholders and the management team of Novotel Brisbane South Bank, 我们的刘奥总住持、蛮可法师、曾天寺、觉善法师、各位贵宾、各位佛光人、各位护法居士、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Good morning。确实是一个令人非常欢喜的一个吉祥日子。他有这番地方，有啊，同步翻译啊，是一个非常令人欢喜而吉祥的日子。我们呢，今天大家将近有300个人呢。 来这里，我们见证在佛光山的荣誉功德主的第二代，他们 Arthur 同名啊，好几位，他们的杰出能够把这个Novotel Hotel 啊 Brisbane South Bank 在预期之中提前3个月左右。 完成了，这可见呢，我们一般说呢，门户没有生全子，大将之下，无弱夫啊，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实在是我们刘兆明理事洪金钟所有的功德主他们呢，在个人本行的事业都有所成就，第二代的也都能够接班，不只是说呢事业的接班，人宗教信仰的传承也都能够接班，而且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他们在这边波士顿在我们 Australia 发展，所以在地落根呐，所以呢要来自十方，用之十方，取之现场，波士顿也要在波士顿呢能有更多的奉献。 所以呢，波士顿是一个好地方。
全世界很多的人都要来这里，布里斯本啊，来这里呢观光旅游啊，所以这么的好地方呢，在所有的股东他们各本各自的事业成立以后，还考虑到啊佛光人的工作信徒啊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所以呢，所有的我们的功德主又集资来兴建啊这一座呢非常的雄伟壮观，设备啊不说是豪华，但是呢是非常的俱全啊，可以说将来会给住进的游客们感到欢喜，感到满意啊。这个呢不只是为了布里斯本这个大城市啊，又增加了一座观光的所有游客歇脚安住的一个好地方，所以是真的非常呢令人欢喜。我真的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股东们呢感到心里非常的高兴。今后呢，我想在我们所有的阿瑟啊、通米啊，他们这一代通力的合作努力的经营啊，因为呢，在基础上相信能够经营的非常的顺利，而且非常的蓬勃发展原因是在于你们的基本盘已经很足够。基本盘呢，像我们刘兆明的女士，她的翁甲大学的校友会总会长，你看看旗下有多少万的这个翁甲大学的校友啊，校友们的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啊，一定呢会想啊，我们总会长在哪里？我们应该去看看。到了这个Australia，到了布里斯本呢，非住进我们总会长的经营的饭店不可。所以这个都是基本盘。还有他们这个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在越南、柬埔寨啊，这个孟加拉德什、越南，还有中国的这些事业系统啊，所有的员工啊，我知道我们的刘兆明董事是很慷慨的，将来招待所有的员工一批一批的进都进来，所以呢不必 promotion 了，一定都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兴隆。那么希望我们阿瑟啊、同明他们的经营方式也能够多多参考一些经营之神他们的模式比如说学习严长寿严长寿先生在台湾台北亚都饭店他的经营的模式对我们也要虽然呢大家自己个人有很多的很强的信心，但是不妨呢多多参考人家的经营的模式，他能够亚都饭店会那么的出名，曾经有人呢考试这个考试呢就是说在这个江盖塞克 airport 他们就找我们要到亚都饭店，好，在亚都饭店的这个接驳车就把他带。但进入呢，下了高速公路以后，那个客人呢就说：“哎呀，我想还是住在 Grand Hotel 比较好。”那么这在去迎接的这个店员呢，就说：“哦，这样好，那我们调车子掉头，把你送到Grand Hotel 啊。” Grand Hotel 这个叫做原什么饭店的原山大饭店把它送到原山大饭店，那么呢一点呢这个不耐烦生气的表情都没有，
所以呢，这是经过啊这个民意调查以后，曾经有人呢测试他们的经营，他们的员工啊服务客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子，所以呢真的是令人呢佩服啊亚都饭店呢延长寿他的经营的模式。啊，几乎呢，曾经住在那里的游客啊，一进到呢这个大门，啊，他们的一些接待人员就可以称呼啊 ，Mr. 爸爸什么什么先生，啊，你上次是住在第几楼第几个靠窗户的那个房间啊，这样子，所以呢，这些当然都是饭店经营的一些专业的哦，尤其现在电脑储存。哪个客人他啊点的菜饭都要收进这网路里面，下一次来啊这个整个打出来就知道他住哪个房间，他点的是哪些道菜，他的名字什么样子，所有的从站门口的警卫的啊接待的都要知道他的名字，好像呢高档的啊这个新加坡航空公司、长荣航空公司等等。对，经营非常好的，你上位期，啊，他就说，哦，刘兆明董事啊，我欢迎再次光临，啊，说想要喝一点什么饮料吗？这个 take off 以后还要想喝一点什么吗？就是说呢，马上这些服务人员都一下就能够呢对他们呢啊称呼他们的啊一个姓啊名等等，所以我相信啊这个。Novotel 啊 ，Hotel 啊，在这个非常优秀的啊，我们刘董事、洪金忠他们的下一代，Arthur、Tommy 啊，还有很多啊 ，Andy 啊，啊 ，Lev 啊，都是非常优秀的啊。看这个，这提前几个月完成，光这一点呢，就够知道他们的啊威力多强，未来。我们很看好，那么特尔和特尔将来一定为所有的游客，住进来以后，他下一次一定呢，不只说要点下一次去布里斯本，一定要再住进这个Novotel Hotel 啊。同时，他的亲戚朋友假设哎，我们要去布里斯本游玩，哎，记得要住进去那个 Novotel Hotel 啊，布里斯本 South Bank 那个是最棒的啊，都会修旧或看个倒修补，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对布里斯本的这个城市一定会做更大的贡献啊，带动经济繁荣，带动这个所有的热潮啊。今天在此呢，非常的欢喜。佛祖保佑大家天天健康，天天快乐，天天发财，天天平安，天天幸福，祝福大家，谢谢大家。谢谢Hsing Ting和尚的开示。 Thank you, Venerable Hsing Ting, for your kind words.